咱最好别打电话了，那一个月之内千万别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哎呀，又两箱，啊，这又是发的呀？单位发的。呀，他这单位怪好嘞，还整天发东西。不是，你这是咋的了？你发不完了是吧？每天提两箱回来？咋，我们单位豪横不行吗？哎呦，你看妈妈，你看人家这是对他们的工作的肯定和支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啥时间单位我能进吗？这啥单位，就是我们不是流经过年嘛，嗯，就流经过年的人才有。那回老家的就没有了？回老家的没有。哦，哎，不是，咱确定流经过年了哈。反正我这登记表上写的流经过年。哎，那正好你流经吧，我跟咱爸妈一块儿回去。你别跟俺一块儿。啊，你别跟俺吓的。妈妈，你我就说一句，把你至于吓成这样吗？俺都搁那陪你好几个月了，你跟俺回去，俺还是待你，还又跟俺在一块儿，俺不让你回。喂，刚才跟一位小妹过几天，快过年了，俺俩追随你。你俩就搁着吧，好好的，你俩也心心静静的，叫俺过个年吧。这是，哎呀，速冻水饺。水饺啊。嗯，那啥，说个事儿啊，这咱老两口趁咱俩白天上班的时候把票买好了，执意要回去，拦不住了。这买的啊？哎，你不用再说劝我们的事啊，劝也劝不住。你看，这一次是真劝不住了。你看，在咱留过年多好，这马上一周就过年了，你怎么着？那是来待那么久了，就差这一周了是吧？非得回去过年是吧？啊，回去有啥呀？俺要再不狠狠心，俺又走不了了。俺这一次一定要走。这咱俩真正意义上的流经过年了呀，这啊，之前都是开开玩笑 啊，说随便说说，现在成真的了。真不真的，反正俺买好票了，俺过这两天就走。那谁再说一切都被打。不是，那你回去啥意思呀？俺愿意回去了，俺够，俺搁这待真长时间了，俺也够了，你知道吧？俺俩回去，你叫俺放松放松心情多好啊。然后再来，不来，你看。我回去你们最好别给我打电话，别跟我说这说那啊，咱最好别打电话啊，那一个月之内千万别给我打电话啊。那不行，那过完年没多长时间预产期就到了，你还得给你打电话呀，你就不通知你了。他会不打电话啊，你还想给你拜年给你发红包，他不给你打电话就完了。对，俺妈的意思。是吧？咋大意思啊？回两人回去之后直接拉黑啊，互相不联系，那不行。你赶紧提前发了，不就不回了是吧？这个灿灿没吃饱今天，那饭量可大了。那你这他越到越晚期了，又饭量大了，给他煎个牛肉馅饼。还让咱妈这么给你煎个饼啊？这牛肉馅饼好吃吗？这咱妈趁咱俩上班，这票都买好了，这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说啥意思？没意思。这没有情分，还有点母女这之间的情谊呢，母爱呢，够意思了。从夏天到冬天，到又到年个家，够意思了。不是，你俩回去干啥去？你给我说说，你回家都干啥了？跳舞去。你也跟着跳广场舞去？跳到半天去。那你白天干啥呀？他跳着我看着。白天呢？白天，你不就躺平吧？看电影去。哎呀，不是你在家空虚的时候，你不会想起来俺俩吗？我不空虚，我可充实了，回到家你知道吧？我可那衣那酒那大娘那镜子都搁那哈嘞，我可充实了。我今天跑这家外，明天跑那家外。你说咱妈这回去会感到空虚吧？你说在咱这多充实。是啊，宝哥。嗯。平时跟你斗斗嘴呀、啊嗯，这周六了出去吃个小火锅，嗯，吃个什么烤鱼啥的，多爽，是吧？是呗，回去我都感觉没啥事儿干。我想着也没啥事儿，那跳广场舞那跳一天两天，那能天天跳呢？是啊，跳多了也无聊，干啥事儿就不能一直干。是啊，早上睡到自然醒，那一睁眼多空虚。是。咦，啊，表演完吗？你们两个表演完吗？我想着就是咱爸挑唆的，因为回去想跳广场舞，一己之私。没有点父爱，不讲究一点父女情。咦、那妈待在这真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俺这年下来都不行回家，待在这真长时间了，是不？俺有俺的生活圈。完，这过年就是咱俩过了。哎，凑合过呗，流经过年嘛，不就这个意思啊？你翻那米面粮油的，我是不会做，我先跟你说明了。没事，我学呀，是吧？嗯。给你整点小包子、小水饺的啊。不是你，咱爸妈要回去，你咋笑那么开心？那我哭也不合适呀。这女婿白养了。